你去采访。嗯，好嘞。我这边帮你拿。麦再紧一点，麦举高一点，清楚一点，大家尽量收音，收音紧张，来重新来一下。非常高兴见到，非常高兴在卡雕皇上再次见到你。对。然后那个，因为你今天推荐了很多不同的卡雕的作品嘛，你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身黑的情况下推了不同的卡雕作品的灵感？没有，其实特别伟大的灵感，只是首先今天是 Clash 的event。然后今天也是很特别的一天，然后我也挑了我最喜欢的单品，然后我觉得紧凑点是吧？我觉得最喜欢的是 Clash 的，比起就当然单品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这个概念，因为它是双面，然后它是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就是一件事情。一个物体，for example， 比如说，一个物体，你其实不同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它，只是可能它的功能变了，但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它还是那这个，还是那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也有不同的身份 ，but I'm still 我还是我。对。我觉得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了，因为我刚想问你，就看完今天的展览有什么感想？觉得你刚刚已经说的特别深刻了。对，我觉得很能 get 到那个点。我觉得其实展览也好，比如说pop-up store 也好，任何一个这个氛围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是让人家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你想说什么，你能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他，我昨天走进去的时候，我马上能 get 到。比如说它的那个通常啊，比如说 Clash 里面其中一个那个方形饰钉，那个饰钉是本来那个钻石可能是大家觉得平面是在上面任何一个钻石，但可能它反过来它还是它的本身还是一个钻石，它的 design 还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哇，我身为一个就算我今天什么都不懂的一个。然后刚好前两天你那张就是把腕表挂在胸前的照片成功出圈，上了微博热搜，对大家都很关注。就是说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平时的日常穿着里，包括参加活动的一些珠宝搭配的一些，就是一些小 skill 这样。没有 skill， 只是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或者只是我觉得也是像 Clash 的一个概念，就不一定就没有。太激动了，看到你。不是这个相机，可大可小啊，所以不是 Polaroid。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我觉得一件事，它没有人说不可以这样，对吧？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的，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好的，那问你一个工作上的问题。因为你组建那个熊猫团嘛，然后就是备受关注，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当时组建这个熊猫团初心什么，然后有什么希望，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这样。我其实做每一件事都是我自己想做，我就直接去做。那可能我的性格是比较像，有很多事会想到一些焦虑啊，或者该不该做啊，有这个风险或者没有啊，但我可能是那种性格，是我不会想那么多，我想的话我就不去做。然后不管成功不成功，我觉得只要我够热爱这件事，我觉得我的标准就是我想看到的那个我的 standard 的版本。OK， 谢谢，那我们一起期待吧，也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哦，祝你们玩得开心，祝你们容易。谢谢。还卖牌了，我们看到卖牌了，这儿拍照，这儿拍照，这儿，你先看这里。看一下我们强北家作品，是这样。客人，您往后一点，拍不了全身，哥们。
大家。可以了，可以了。Kiss me, I crash back into bed. Across the street on a grayed out Monday, I see the girl with the eyes I can't describe. And suddenly it's a perfect Sunday, and everything is more real than life. I think I'm back in the dream. I think I'm back on the ceiling. It's such a beautiful feeling. Circles around my head. I hitch a ride on a dream she's driving. She turns to kiss me. I crash back into bed. Across the street on 긴 밤이 오면 또 길을 잃어 네가 없는 나 한 번도 꾼 적 없는 꿈속을 헤매